大家好，我是二丫，今天把俩孩子送学校了，现在回家看看我爸去，也是好几天没回去了，因为俩孩子上学把你绑得死死的。现在抓紧时间往回走。小棉花回来，小红啊，好几天没回来，回来看看你。哎，又我买这个很穷。这个是从